那我应该怎么配合你们？明天请少帅协助我们出城，预计10天后军火送到武城郊外。少帅挺提前转移兵力，回头让紫岗送你们投奔苏区。10天之后不是马回龙的寿宴吗？那咱们不管轩辕镜了。这是我的决定，你们就别管了。 科长，这个薛云进嘴够硬的。我这个徒弟啊，可不一般呐。这样吧，寿宴之前，你派人接着给我审，但注意了，别给我弄成外伤。我不愿意让别人看见，说我在虐待徒弟。明白。啊，对了。 康少帅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最近正是玩鹰的季节，出城抓两只鹰玩吧。哼，少帅可要小心呐，别抓不到鹰，反被鹰捉了眼。捉了眼也比眼瞎了要好。靠边滚！等等，让你的兵下车接受检查。 凭什么？因为现在全城通缉共党。 你的意思，我的军队里面有共党？有没有下车检查才知道？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不信。现在人人都讲我官威不保，今天我就要杀鸡给猴看看，我就不信。 这只猴会为了鸡跟我翻脸，信了吗？少帅，开个玩笑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开玩笑，现在还需要我接受检查吗？检查过了，少帅请。 徐总前来复命，康少廷，有什么可疑之处吗？属下查过了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没发现什么异常？怎么说？ 以下犯上，那点出息，我真想给你扇耳光。去吧。是。马慧龙，明天要邀请武城的各界名流。他没有想到。
这些名流之中早就有我们大日本帝国精英的存在，我们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啊！不仅要得到这笔藏金，还要把五城的名流一网打尽，让五城成为我们的基地。是我，少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你一直想救薛云锦，我也一直在关注你。谢谢你，不过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。薛云锦在去姚镇之前来找过我，他知道自己有危险，特意向我交代了后事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，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这个国家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愿意牺牲自己，来弥补自己犯下的错。他怎么那么傻？他还说，如果自己有意外的话，让我替他来照顾你。把薛云锦救出来，你愿意再做一次选择吗？少廷，你是个好人。如果之前我不认识云哥的话，可能我们所有人都是不一样的结局。但是我爱他，就像飞蛾扑火一样，我不能没有。在说什么吗？明白。我也告诉过薛云锦，我康少廷不接受馈赠的爱情，让我来帮你把薛云锦救出来。件衣服都是手工缝制，里边那个男的，他叫李沧海，是他的铁杆下手。每一年马回龙过生日的时候，他都会缝制一件新衣服给他贺寿。我要在衣服上下毒。大成，嗯，我有点不习惯你用这样的方式取胜。我知道，我还没有告诉自刚他们。其实他也不是什么毒药，马钳子碱通过皮肤吸收，但是不至于致命，它只会让人躁动不安、疼痛不已。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得到更多的时间去救云哥。明白。好，就这么着吧，明天呢、啊、放你明天假，咱歇业一天，都回去了。
你放心，军火我们都已经跑了。嗯，这边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都可以出发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出发。好。赵队，你们走吧，我得留下来。你是不是想去救云锦？于私，我不能抛下云哥，于公。 如果马慧龙在宴会上没有发现我们，一定会起义。只有我能拖住他。你不是说了吗？等大家找到落脚的地方，咱们一起去救他。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，你们怎么可能会同意离开？不行，要去我们一起去。为了举义，我们已经牺牲太多人了。蔡叔死了，歪子死了，甚至还有很多不知道名字的人也都牺牲了。 所以此时此刻，请大家以大局为重，赶紧离开这儿。站住！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违反纪律擅自行动。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。小分队已经准备好了，等大部队一离开，我们就开始营救。思琪。 我跟少廷已经商量好了，我们先去派人炸掉武城的军火库，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再去营救。这将是我们打响武城举义的第一枪。谢谢你们，我申请加入救援行动。我不同意。 让我去。少廷，你忘了康司令的心愿吗？你忘了蔡叔送你为国的二字吗？我没忘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。我的命不比任何人高贵，为国牺牲的是我的使命，请你记清自己的事，请你成全。 别哭了，我成全你。以前我穿着身上这身军装，一心想要为了救国，可是我不知道从何做起。直到今天加入了共产党，我才明白，对于这个国家。 我唯一的责任，就是去死，去光荣的死，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活下去而死。请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这鲜血染红的部队安全带到苏区。 我会在那里等着你们平安回来。我生，则国亡；我死，则国生。
科长，这件衣服真不错呀，金龙入海，大气，还是你懂我的心思。哎，科长过奖了，如果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我还怎么敢跟着您呢？您看看，这是我为您配的手工缝制的衬衣，要不换上试试？ 你不知道，我这件衬衣啊，是孙专员特意派人送来的，礼轻情意重啊。今天就穿这件吧。好，五十知天命啊，命者立之于己而受之于天。我马慧龙戎马一生，真不知道未来老天将待我如何呀？哎，科长。 您这一定是福寿万年呐！什么时候你也学会拍马屁了？今天呐，去寿宴厅坐吧，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个位置。哎呦，别啊，科长，我们这种人就不上这台面了。不如我帮您定定酒水，别让人动了手脚啊。还是你们这些老特工啊，办事让人放心。盯着归盯着，坐呀。 是坐，谢谢马科长。说，什么？军火库爆炸，康少廷失踪。 我负责您开他们，你找机会试试饮酒。你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吧？只有这样才可能成功。这次听我的。大家好，谢谢，谢谢光临。 这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今天光是这身衣服就够气派的。哎呀，这身衣服缝制起来的确多花费了一些时间呐，这没什么。不过你看看，这里边的衬衣，到的确是孙专员特意派人送的。糟了，咱们大家一起喝。 这寿星老都发话了，我们这共同举杯，祝马科长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来来来，走。 这句话应该是我的台词吧。走吧，跟我去见你的云哥哥。带走，走。诸位。 我来说两句。首先感谢各位贵宾能光临我马慧龙的寿宴。
思琪啊，思琪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来陪我的云哥。你们俩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儿恩恩爱爱呢？好啊，我成全你们俩，一块儿死。对，我马慧龙戎马一生，从来就不讲究什么排场，但是今天为什么要举行此次寿宴？我实话告诉诸位，我是兽人邪魔。威胁我的人是谁？就是他，杨二。这个杨二本名秋山浩二，是个日本特务。打死他！他原本想用药物来控制我，但是被我们英勇的副科长曾九雅同志盗取了解药，但为此他也为国捐躯了。老杨，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？闭上你的臭嘴！难道你还想往我身上泼污水吗？有什么话，军事法庭去说。带走。你这个只长胡子不长脑子的蠢货，你知道什么叫爱吗？我不懂，但是我只知道今天我只为刀俎。你是咸鱼？咸鱼？思琪啊，有没有见过长着胡子的咸鱼啊？那叫鲶鱼吧？对对对，鲶鱼。把他给我扣起来！手铐给你。我比你快。赵队，情况有变。杨二在酒里下了毒，日本人已经控制了现场。各位，你们已经服下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新研制药，如果没有解药，你们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如果你们选择臣服于我们大日本帝国，你们就会继续享受荣华富贵。我就是死也不投靠全日本。不就是意思吗？想让我们投靠日本人，你做梦！别冲动，各位，你们的身边也许就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精英分子存在，所以除了臣服，你们别无选择。马科长，你以为你得到了解药就可以背叛我了是吗？曾娇雅给你的解药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是假药？假的。
科长，这该做的我可都做了。价值了，云儿，救我！
云儿，师父我再教你最后一招，记住了，即便你敌人已经死了，你要补上一枪。说，藏金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不说。的回答，推开窗，月洒下了银光，胸中的火焰不觉中熄灭，这一夜如此漫长，烟飘扬，我安静的思量。照片上你隐私的容妆，峥嵘的岁月乱世经历上，心只愿别来无恙。问天上明月亮，可知我心中所想，天地间再无弥漫的笑颜，那是与你幻想。的回答，推开窗，月洒下了银光，胸中的火焰不觉中熄灭，这一夜如此漫长。
小姐等人呢。是。这天呀，是越来越凉了。一大早就起雾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这太阳一出来，雾就散了。这雾一散，人就回来了。是。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花，只会在阳光下盛开？知道。它叫野荷花，是神的智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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